就有点尴尬，因为我哥他们比赛的路途不太一样。我抓个 S8 魔术师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打一下 ，OK。卡个四线死角啊，说他来不及教魔术吧。那还没修，来了。那幽冥怎么吃到陷阱了、啊？我笑，嗨，我这个移技真的是发的越来越好，佩服我自己。巨杀来了！
会下，不是末班车，不能霸你们。